मेरा नाम मोहम्मद शाकिर है, मैं एक फायरमैन हूँ। मेरा नाम खान मोहम्मद रजा है। मेरा नाम मिनास मोहम्मद उसामा है। हम फायरमैन हैं। तें तो विपन नहीं, नाम चिल्ल। तें चाव ला तें खान लें। बेज ला नाम क्यों आ? कपो आई सिमोस अस्तम। अकपो आई इसम पुंबेरु। I'm Gavin Lau. I'm a probationary station officer.我当初投考消防员，除了是希望服务这个我住了二十几年的地方，更加希望证明给自己的族群体，我可以追寻梦想，你都可以。好感激我的伙伴一起陪我走这段旅程。消防员的救援工作从来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我们兄弟之间一定要团结一心，才可以确保同事和市民的安全。同我哋嘅社會一樣，除咗自己嘅社群要團結，唔同文化背景嘅人更加要守望相助，我哋嘅社會先會變得更加美好。喺消防署入面，無論你係身處邊個崗位，都必定要勇於承擔。我好感激相信我嘅兄弟，未來我會更努力帶領大家一齊合力守護香港呢個家。在每个团体入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真正的尊重从来都是讲求尊重差异。而我们很庆幸在工作的地方，除了尊重我们的文化差异之外，更切合不同族群的需要而去作出改善，力求服务不同种族背景的市民。一个人的能力从来不应该被身份限制，而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社会，更加需要不同背景的人士加入救援工作，我们就可以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消防及救护服务。在2019年开始，我们透过保安局的拨款就成立了少数族裔青少年发展团队，所以我们得到 Rocky Sir 和 Jeffrey Sir 的加入。现在消防署有很多位少数族裔消防员和救护员，他们的种族背景分别是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等等。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消防署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有不同种族背景人士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消防员和救护员。其实他们得，你们都得。香港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都有很多少数族裔的朋友就居住在香港，所以因为你的加入就令到我们可以资源增值。其实我们的行动是很机动性，而且需要很短时间去作出反应的。当大家都很全心全力去投入工作的时候，其实是不会分究竟是什么种族或者文化背景，因为大家只会一心一意去完成任务，为市民服务。